有病或什么。哦，财产分别制的。对啊，他老婆是一人一半。嗯。350度。嗯，就375度。375度，对，375度。这个300度，就看这走路可以。看远就可以。忘了。怕死。咱若无从医，你也较怕死。咱上帝是派伊来甲咱吸血的。起码放正钱，拄啊咧，叫高高。我等下下岗吼，我下岗头我就去。今天是2点开始食。嘿。你今礼拜？啊，今礼拜3点吗？3点。啊，你要食饭？可以食饭。小暗。要吃暗顿的。嗯。看你要去无？我要去无？若无落雨，我就去落雨，我就不爱。因迄天落雨落足大的，反正咱，反正食饭是去倒食。信义路遐尔，毛捷运啊。你姐姐应该惊未？哈哈哈！哎呀，别过啊！有啥人无？啊，台湾人吼。那个小孩子听说父母哈离婚啊，个别结婚，家庭也是。那有按两阿爸拢咧开一个讲伫啥物农会上班，一个讲咧开水电公司。你是有个你讲个水电公司钱啊？就是这个钱啊！昨天气喘哦，走那个家，为着伊安尼，早起的新闻。从廿十年去开，但讲伊话伊咧创办人生，啊，我要弄淡水线嘛，迄拢廿几，廿几起数，十二个。哎，拢廿个贵啦。全收起了。啊？啊？全收起了，那个上，特别就中间有个几件外籍高一。哦，现在还通安没？还没寄。中国送货了。哦，好，那我就弄好，就寄。哎，几件啊？同步还没寄。以前讲没有关系，现在。哎，看你迄天安尼哦，我看你想过嘛，足艰苦。看我即阵我拢无，看到即个我就紧转边啊，看你心情真歹。哎呀，你使吼。不要一直播的变成有那个效应，大家来学。我进来一播吼，啊，大家最后就会有免疫。咱这拢袂惊啊，第一去坐捷运真正减足侪人。啊！大家啊，紧张到要死去啊！我感觉因老爸老母脾气唔对咯，我感觉上无嘛爱出人道歉，啊，无伊甲家属道歉。讲真个，道歉真怕。你唔是讲惊人怕？你即摆硬出去道歉就唔怕。啊！伊迄种性个人，伊就是听无面子话，你要叫人搁出来，伊囝就会安尼。啊！无嘛爱甲家属死个人，家属讲迄啰。太好笑个啊！你即摆来伊出面哦，有一寡硬人啦，我掠来修理。是啊，甲拍算个啊。一寡有迄硬人啦。我感觉上无你嘛爱卡上瘾，你别使安尼讲，那伊听我，我是讲，伊去都红怕啦，你，去一定红受理。啊，人伊是上帝创造伊咧在杀人的啊，啊，咱台湾这就是有咧杀人的，啊，就有人有一个骂，啊，再一个扁，嘛是拢安尼个，无可能的代志啊，咱咧讲讲卖出来上好个。啊，都叫人家保护。啊，都有人起来是啰啊，恐吓啦。这头人，伊嘛，你叫要做英雄，我也要做英雄。教囝教迄块，我感觉伊是头个老母个正义。你袂使讲伊。迄一世人拢无咧甲关心个款。啊，伊人也无教，伊讲是安怎教。关心呢？不是啦，讲自细汉喏，就拢无咧甲教个款咧，无咧甲关心。台前到咧，啊，台时了，佫用脚踢一下，看有死啊，无死，讲迄款个，真残忍。我甲你讲个，哎，为看到蚂蚁咧，惊甲皮皮出来。对啊，哎呦，蚂蚁咧！迄电视讲伊，伊甲我抬起上啊，讲我倒头看咧，我看有死无死，结果好死。我脚骨痛。啊，迄个有一个小姐讲，吼抬起就讲，你就杀我三刀，你要再杀我啊？啊，再甲讲一个，
伊才无搁甲刣，无即摆迄刀就我互阮死。伊互刣三刀的小姐讲，我已经叫伊杀三刀，伊还再杀什么？安尼甲迄个，伊才无甲刣。啊，无迄刀落来，阮死。嗯，好过的一个金钱的刀郎，伊的刀郎叫派。那个四分之一。他今年多呢？一个拍手机啊，讲四分，也一个。十五分钟，唔知呀，是呀，那个杀死四个人，怎么回事？那外国，免给他抬一个人死去。哎，外国还真正哦，死的不连不边的，真正有影。哦，这阵做拢惊惊的，哎，真的，爱较济人。是不是？一直看。现在真正多哦，真的，真的啦，是啦，起码真济。本来就坐，你真坐，迄个低头，现在大家拢唔敢。哎呀，特别嘛是底下咧看，哎，真来得。但是我这第一，咱台湾就无啥迄个会害怕。咱台湾一寡代志哦，其实真难，我袂记。那个你是破的千差万确都唔见着。大家嘛，搁咧拍迄个拍到迄个，啊，就来咧看。三日就袂记住人。还算厉害，台湾的有的是人才哦。我差不多四分钟啊，八十个人杀死。这巴黎的咖啡厅那个查某嘛是真，那嘛真凶。啊，人家美国那米歇尔嘛是开六个死，嘛是讲。还有个查囡仔呢，巴黎个查囡仔呢，少年查囡仔。本来以为，打包走，这个。